森利达森林之宝，这款是森利达比较老的一款折叠弩。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安装就是这边这一颗螺丝，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地方，一颗螺丝固定工片，折叠弩。经济实惠，好用。这个托做的非常漂亮，中间有一个孔。森林豹和森林鹰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孔，托是不一样的，头啊，包括滑道这一块儿用的消耗品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是机械苗。片儿是两层的，这个是铅准芯儿，压件管，还有扳机系统，森林豹啊。